上学时代网吧设备被损坏后的那些事。兄弟，第一天当网管感觉咋样？哎，挺好的，峰哥，当网管挺有意思。你撤吧，我值班。着啥急呀？你再教教我，这系统我还没整明白呢。这玩意儿还不简单吗？你起来，我教教你。网管，给我开台机子。来，兄弟，正好你看半天了，给我练练手。哎，你好啊，把证给我。没带。那又得开临时卡了，对吧，峰哥？对，没错。你继续，你那网费打算压多少啊？5块就行，5块啊，马上就好了。你快点的行不行啊？我还着急有事儿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手生，祝您上网愉快。你手生就练好了再坐这儿，这么有意思呢？完了，峰哥，人家还不乐意了。你都多余跟他唠那些，对路着的，咱要多唠一会儿；不对路着的，让他跟你干啥干啥去。我知道了，峰哥 ，Q 币那玩意儿咋充来的？那就更简单了，你瞅着啊，小婉呢？跟你一起拍照片那个男的是谁呀？不是你哥吧？我就是想问问，没多管闲事儿啊。怎么又挂了呢？还成我多管闲事儿了？我咋这么憋气呢？这咋还摔上鼠标了呢？惯你毛病，我问问他咋回事。峰哥，不用你，我就看看。行，那你注意点态度啊。放心吧，我指定不能给他好脸儿，还在这儿耍了什么呢？这个破鼠标怎么摔一下就坏了呢？网管，查着啥呀？我在这儿呢啊！这个破鼠标不好用了，你赶紧帮我解决一下，别耽误我事儿。你老摔它，它能好用吗？那鼠标放那也不是让你摔的。你哪个眼睛看见我摔了呀？咋这么有意思呢？我俩眼睛都看见你摔了，反正你摔不能白摔啊，得赔。你咋不说这破鼠标质量不行呢？要是质量好的话，我能摔一下它就坏了吗？那质量好坏可不用你管，你摔坏了就得赔啊。20块钱，少一分不好使。凭啥跟我要20啊？你这人咋这么有意思呢？那你说话这么硬气，有人咋的？那我也不跟你说了啊，我打电话有人跟你说。行，20就20，多大个事儿啊？又不是你家网吧，至于这么死乞白咧的吗？这网吧是我姐夫家的，我姐夫家的就是我家的。这鼠标拿走吧，这盘给你了。那破玩意儿你留着吧，我今天是有事儿，没空搭理你。咋这么有意思呢？瞅你这样也是没有人，要不直接打电话了。兄弟，一个鼠标你跟他要20啊？要少了是吧？那我来找他要去。你要多了，咱这些鼠标啊都是你姐夫淘那二手杂牌子，你看那都包浆呢，咋的也不值20块钱呢。行了，就当那小子花钱买个教训了，谁能手那么欠来的。峰哥，你拿饮料去，我请你。对了啊，值夜班的时候你注意点，就这破鼠标还总丢呢。上学时代校外大哥认识新朋友的那些事。小峰啊，在那抠啥呢？这机子坏了，我修一下。彭弟啊，这是二雷子，正好咱俩认识一下。Hello， 我是新来的网管，也是网吧老板小舅子。兄弟啊，小峰要不跟你叫彭弟，我都要跟你叫哥了。我说是没你们大，就是长得着急了。别看你现在20长得像40似的，等你到60了，那长得还像40似的。你家人扛老，你姐夫最近忙啥呢？我姐夫出门刚回来，你还认识我姐夫咋的？这啥话唠的呢？你问问你姐夫，他认不认识我？大哥呀，那我应该咋称呼你呢？柳条胡同二雷子，那说的就是我，你叫我二雷哥就行。反正你要跟我姐夫认识，你觉得也是个硬人。兄弟啊，你二雷哥呢，虽然算不上他硬人，但是在咱这一片啊，那还是有几分牌面的。有事你吱声就完了。你咋这么乐意揽事儿呢？兄弟啊，别听你二雷哥的，你姐夫开的网吧啥事没有。峰哥呀，那我也不能啥事都找我姐夫啊。二雷哥，往后兄弟有事就跟你吱声了啊。兄弟啊，你跟我不用客气，虽然你姐夫有实力，但是万事也得先靠自己，结交下一帮好兄弟，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。二雷哥呀，你也是个有才之爷的啊，说话都一套一套的，还能押上韵呢。你哥我是玩 MC 的，就这些呀，那都属于是皮毛。二雷哥呀，那你收徒弟不？也带带我呗。你要是真有想法的话，那这事咱可以研究。二雷哥，那我先简单来一段，你要是觉得行的话就带带我啊。行了，你俩啊，我看再唠一会儿还得拜个把子。彭弟，你赶紧去库房给我拿鼠标。知道了，冯哥。二雷哥呀，没有曲儿我也喊不出来，哪天咱再细研究吧。行，兄弟，你先忙着吧。啥玩意你都行，那说话嘴咋还没个把门的呢？人家是老板小舅子，那关系我不得处好了吗？这小子跟我挺对路的。那你也别经他手挂账，老板知道了不好。我这两天手里宽敞，不用挂账，要是挂账的话也得找你呀。你就坑我有能耐，大姨要那说你给整着了吗？整着了，我放吧台了啊，晚上我给大姨拿去，别跟大姨说是我花钱买的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我给你开机了，你先过去吧。
别说这门谁的，给我来一口。那是空罐儿，不早喝没了。我才不信呢，敢不敢让我掂量掂量？给你，赶紧拿走，下回我就一口闷，省你惦记。小凤，你开完工资就不一样啊，都喝上瑞德闷了。上学时代与新网管初次见面的那些事。彭弟，来人了，你过去看一眼。你俩上网是吧？等会儿啊。峰哥哪儿去了？在后边修机着呢。我也是网管啊，不用非得找你峰哥。那行叔，帮我开三台机子，一台先压10块。你别这么客气啊，头一回见面就跟我叫叔了的。亮，你啥眼神啊？人家有那么大岁数吗？不好意思哥，我看差了，给你钱。我倒是没啥，关键不是你是亏吗？谢谢叔，不对，谢谢哥。这嘴咋还飘着呢？这小子，你乐意叫啥叫啥吧，反正我不吃亏。亮啊，你那声叔白叫了，上来也没给咱便宜，别埋汰我了。冷不丁瞅他一眼，我寻思岁数真不小了呢。二雷哥，新来的网管谁呀？那是老板小舅子，你在这住我旁边吧。行，咱就住二雷哥这吧。哎，驻吧台里的大叔是谁呀？子龙啊，你也看差了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俩都是啥眼神啊？能给人家叫叔吗？那不叫叔也不能叫大爷，他指定没我爸岁数大。小龙啊，你可别瞎叫了，那是老板小舅子，比我还小呢。那长得属实是有点太着急了，让他去学校开家长会，估计别人都看不出来。子龙，你别研究他了，游戏可都新装备了啊。那还寻思啥呀？等我把 Q 币充了。网管，帮我充点 Q 币。你充多少啊？先充500，不够再说。行，你等会儿啊。充多少？500呀，你别吵吵啊。那你稍等一会儿啊。峰哥呀，这兄弟充500 Q 币，你赶紧过来一下，我怕整错了。我一听充500 Q 币，那指定是我龙弟来了。等会儿啊，刚马上给你充。峰哥呀，完事了吧？弄了那个 K， 谢谢啊。客气啥呀？玩去吧。峰哥呀，那小子也太讷了，那 Q 币都500那么充着的。这讷啥呀？1000的我都给他充过好几回。咱这网吧可真是卧虎藏龙的呀。那可不咋的，小龙是真敢花钱呐，充一回 Q 币呀，都该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。啥玩意？你当我挣的也不多呀。挣多少算多呀？够花就行呗。你姐夫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呢？他也没给我提这事儿啊，反正给我开少了我就拿 Q 币往回找，里外花的都是他的钱。彭弟啊，咱干啥都得记账啊，可不能自个随便整啊。上学时代开玩笑引发的那些事。哎呦我去，这咋还有滩水呢？不必行使大礼，咋进门就要给我磕一个呢？我认识你吗？说话咋这么损呢？我是新来的网管啊，你说话注意点态度。你网管多啥呀？说话也不能占人便宜啊。你这小子说话这么冲呢？我告诉你一声啊，这网吧老板是我姐夫。你啥意思啊？在这跟我提人呗？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想整事儿的话先寻思好了，别到时候不好收场。哎呀，你唠嗑可挺讷呀。咋的了？你俩别吵吵把火的。峰哥没啥事儿，给我开机子。彭弟，你赶紧给兄弟开一下。峰哥，钱放那儿了啊，我先玩去了。行，兄弟，你去吧。峰哥呀，这也就是你来的及时，要不再唠两句啊，我肯定急眼了。彭弟呀，多大个事儿啊，别动不动就急眼。这小子太不筋斗了，我开句玩笑他咋还急眼了呢？不认识你跟人家开什么玩笑啊？这兄弟是二雷小弟，性格就这样，人其实挺好的。往后这样人我也不能搭理了，跟他憋气都犯不上。崔薇啊，你不说先随礼去吗？咋这么快就完事了？我去晚了，等我东方电影都开席了，我上完礼就回来了。这华子，大伙先打一圈。哎呀，你哪来的华子呢？我从饭店拿回来的呗。饭吃不上倒是行，华子拿不回来可得了，随礼的钱也不能白花呀。崔薇啊，那随礼不应该是你爸妈去吗？咋还用你来了？我爸我妈在家又是喂牛又是喂羊的，哪有空过来呀？我巴不得让我过来呢，还能跟你们玩一会儿。崔哥，你今天别回家了，晚上陪我包宿。子龙啊，这事咱等会儿再研究啊，我得先把不回家的理由想好了。崔哥啊，刚才那兄弟跟你逗乐呢啊，没别的意思。没有事儿，峰哥，咱过事拉倒。来，华子拿一个。行，没事也中，你们玩吧啊。崔哥，咋回事？新来的网管跟我俩逗合着，我差点没摔门口，他还在那幸灾乐祸呢。我寻思多大个事儿呢，把华子拿了，我带你跟他好好唠唠。咱啥也过去，这必须得去。走，你啥该啥干啥，唠上这嗑去那些人干啥呀？没事整出事儿来了。彭弟呀、啊，我老兄弟岁数小，性子直，哪句话说的不对呢？你也别计较了，行不行？二雷哥，压根儿没多大事儿，咱就这么地吧。妥了，兄弟，崔威啊，把那华子给你彭哥点上。彭哥呀，好听的嗑我也不会唠，就这点意思，别整的这么客气。我也就是逗个壳子，没别的意思，兄弟。咱俩这叫一回生二回熟，下回就好了。峰哥，你还拿一根不？我这正冒着呢，
不用那么客气啊。那我给你放这儿了，完事儿你自己去啊。你俩忙着吧，我先过去了啊。门口那水你俩抽空拖下了，来给人别再摔了。崔贝，你记住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交点朋友有好处，把你那臭脾气收一收。我知道啊，我那不也是画画赶上了吗？峰哥呀，二雷哥这事办的呀太让人心敞亮了。你二雷哥在外边摸爬滚打这些年，这点事他不会办可得了。不行，我也不能插事儿，我给他送两瓶饮料去。你答应着吧，他那边好几个人呢，扯这套干啥呀？人多就多拿两瓶呗，这玩意儿有啥呀？记我账上啊，到时候我跟我姐夫说。才来一天，都干没十来瓶饮料了，你真是实力坑姐夫啊！上学时代，游戏里用高科技的那些事。中路局拿下了，漂亮 ！A 大来俩，他说过来帮我一手。亮，我过不去了，将这小人阴了。A 小箱子后有人啊，都注意点。B 点可没有人呢，没人你就别报了，赶紧找包，找着了呀，正拆呢。完了完了了，不敢探了。你几个点报的是挺好，但是他技术不行有啥用啊？别哪都有你，玩你的去。说你冷遇还总不乐意听，我玩的肯定比你强。别在这儿吹了，你啥水平我还不知道吗？我之前水平是不咋地，但是最近我练出来了。吹吧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一会儿咱俩切磋一下子，我真敢心服口服。这把你能耐的，你现在上机子呀，一会儿咱用实力说话。那咱一会儿谁输了，谁买可乐去，行不行？啥都行，你赶紧的吧。加博，你快点的，咱磨叽啥呢？别着急呀，等我先调一下子。好了，来吧。哎我去，这么准吗？涛啊，加博那技术真可以呀，露头就没。那可不咋的，之前也没听说他玩的这么好啊。看来我不认真点是不行了。崔哥，你认真也没有用，这小子90%是开挂的，你从哪出来他都知道。史龙，你说的也是那么回事，你帮我玩，我过去瞅瞅。亮，咱俩也过去看看。走，我看看到底是啥高科技。崔哥，你咋不吱声呢？不行就买可乐去吧，我给你买个6。你干啥呢？雨佳啥时候过来的？我仨在这瞅你玩半天了，怪不得说你技术好，那开挂谁不好啊？我刚弄来的，不得试试好不好用吗？别跟我俩晒脸啊！我告诉你，家伙，这也就是咱认识，换别人早就安排你了。崔贝，你别生气，一会儿可乐我买。你买啥也不能整这玩意儿，这不叫玩赖麻糊了吗？妈呀，这号咋登不上去了？家伙啊，你知道大哪咋叫吗？不知道，我哪有心情管那个呀？家伙，我告诉你大哪咋叫啊？该呀，这啥破高科技呀？咋这么不准上呢？我看看什么情况。二雷哥呀，我号登不上去了，你路路广，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。你起一边去吧，我有这路子找好了。你开挂的时候寻思啥去？